哟，赵特派员，你好！谢司令忙啊！你找我有事儿啊？今天特意又给你送女兵来了。报告司令，新兵捎带书向您报到。这是？您不是说您这儿没有大学生吗？我就送来几个，帮你们提高一下军队的文化水平。另外，我们军长说啊，多给您派一些女兵，也让我一起送来。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我们现在部队呀，就缺有学问的人，太好了。 司令，我们可啥都不懂啊！那样个大小的女人呢，那就是才女啊！啊！司令，你别看他们是大学生，但是行军打仗一点经验都没有。几个大学生啊，先留在司令部里做文书，打理打理内务什么的。是，我还是卫生员呢。哎，那更好啊！今后战事有个大兵小三了，全归你管。好。啊！哎呀，特派员。 你看看你带这些丫头，一个个的长得可是真俊呐！哎呀，我真得谢谢赵司令，我从此以后也有女兵了。高兴，高兴，鼓掌！经理，周军长，鬼子的弹药又光了，你们赶紧突围呀！突围呀！ 没事儿啊，没伤过骨头。这些鬼子由连长带队就能解决。 您是指挥员，咋能像个一般战士那样去和鬼子肉搏？<笑>你是司令，我是司令啊。共产党的规矩，上级有错，下级可以提意见。你这事做的就是不对。事情来得及，情报人员向我报告的时候，敌阵已经到了沟口，我再集合部队，下令派人，黄菜都凉了，能来得及吗？那就是你平时治军无方了，队伍行动起来那么慢，还能打胜仗吗？嗯。 有道理，我接受。还有，为啥不让我参战？哎，行了，我不对了，行不行？谢谢你救我一命。不谢。刚才我态度不好，请司令批评。哎呀，丫头啊，说话滴水不漏，批评就免了。你去看看昨天咱们晚上交付那战利品，啊，那盒子罐子上尽是洋文，啊，你能看得懂吧？ 你看看那里头，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没用，好不好？好。嗯。那你抓紧养病，不要乱动了。是。哎呀。吉田上级，これは。わかった。ハルビンで冬服を注文するのは確かにいい考えだ。ただ。 君の国交の子供たちは構わなくてもいいだろう。この商売に関しては小沢団長にやってもらう。彼の開拓団には2万着の冬服が必要だ。下面我布置一下今后各部的行动计划，请大家记好。 陈汉章，在。 你率一个团，在林口马鞍山一带与四军第三团会合。
等待我下一步的指令。是。关淑范，到。你率所部。周局长，你看谁来了？哟，周宝东同志。老魏，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进步同志。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是关淑范同志。你好，这位是陈汉章同志。你好。这位是二军的政委魏正民同志。来，老魏坐。同志们坐。老魏啊，你怎么来了？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才从莫斯科回来。那魏政委是来传达会议精神的了。嗯，鼓掌。同志们，这次我受党中央的指派去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我也很受鼓舞。与会各国一致认为，要想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必须要联合起来。よこじです。私だ。乱戦の参事吉田と申します。おお、どうも。どうしたの？南方委員会頭端がハルビンの北満州の宝石工場で2万件の街灯を作っている。特別通行証を見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るほど。あ、それじゃあさ、あの小沢団長にやらせればいいじゃないの？ちなみに道中は安全でしょうか？あ、それは大丈夫だよ。あのハルビンから東の方はちゃんと警備しているし、しかも開拓団ちゃんと装備してるじゃないの？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わかった。よし。じゃあ気をつけてね。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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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地大佐はすでに通行証の発行に同意した。しかし道中においては自己責任で頼む。我々はなぜイランにおいて風服を作らず、500里も離れたハルビンで作らねばならぬ。道州朝鮮通の地盤も通らねばならず、これらの服装が貴族に奪われないとは保証できません。イラン？イランには何がある？布、綿、重いくせにあったかくもない。ハルビンの者には投降呼ばないんだ。開拓団員はすでに我々のやり方に不満を持っている。100人余り帰国したがっているぞ。質のいい綿衣でここの厳しい寒さを防いでやらないと、全員おそらく帰ってしまうぜ。貴様一人で司令官ごっこでもやるか？私は自分の職務は果たしたつもりだ。あとは君にかかっている。同志们，关于这次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我就传达到这里。总之，这次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各国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法西斯帝国主义的入侵。时间定为后天。嗯，好，我立即通知游击队。好，张伯伯。嗯，那我走了，去吧，再见。爸，振作起来吧！您在城市里与敌周旋，这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您也在战斗啊！只要您投入，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您一定会觉得自己的后半生活得有声有色的。你快点啊，来，来来来，你坐着。干嘛呀？你坐着吧，快坐着。把眼睛闭上，闭上。等着啊。没事儿，这有啥可看的？哎呀，是炸药！啊！不用怕，这个没有雷管是不会爆炸的。你连这个都不懂啊？我哪见过这玩意儿？这个是罐头，这个是芯儿，那个是蚊香，这个是笔杆。那可真有学问。
这算啥学问呢？不过是会点日语呗。那你还会日文呢？哎，那啥，那你教教我呗。行啊，我一定教会你。哎，你习惯的吃啊。哎，看样子你对你爹还挺不满呢。哎，我对他还有啥不满的？要不是我成天出去惹祸去，我那大哥和老三也死不了。我现在肠子都悔青。哎，得了，不说那些，我给你煮块肉吃啊。来。你先吃吧，你来吧，吃吧，你吃吧，吃吧，吃吧，来，吃。那忙着呢。茶子哥，有事吗？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随便溜达溜达，也不知道怎么整的，溜达这儿来了。你要不吃点吧？我吃过了，来吃一口吧。那么会溜达，这也不是我能吃的。我跟你说，戴叔，这个刀可快啊，拉嘴呀，啊。你们忙着吧，你们忙着。哎，你俩认识啊？认识啊，他当时不是在华树园给张庆洲当家用吗？嗯，我们经常去那玩，自然又认识了。哦，华树园，哎，那真是个挺美的地方啊。你也知道华树园啊？当然了，我爹跟张老板是朋友，每次我去哈尔滨，我都上他那玩去。我想起来了，大碴子不就是当年张老板用一袋苞米碴子从人贩子手里换来的那小干巴孩吗？哎，你瞅人现在长得啊，这家伙五大三粗的啊，憨头憨脑的。歇下，让他几个小生光的干。我们不累，沈大哥他们倒是累坏了。来，擦擦汗吧。哎呦，谢谢啊。没事。来了，哎，水果到了。司令。嗯。人家有姓的，人家姓沈，一大小伙子了，你还叫他大碴子？你还知道他姓沈？我还知道您和华树园的关系呢。是吗？那张会长现在的情况你知道吗？宋妈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哎呀，老朋友了。哎，
我们互相之间还是缺乏紧密的沟通和联系，尤其是我们与南满杨靖宇第一军之间，由于相隔较远，很多情况不能及时沟通啊。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我们现在急需马上改变。老魏啊，这一点上，你我完全是有共识。不干，军长政委该吃早饭了。知道了。头咸菜，老魏啊，本来呢应该给你做一顿好的，给你践行，可是你看这条件，是食无鱼，饮无酒啊，只能请魏政委凑合凑合。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都已经很好了，别因为这顿饭连累的你们食粮短缺呀。哎，哪能呢，来吃吧。真香啊。嗯，你看你们这里真可谓是人才济济，而我们二军呢却是人才短缺呀。老魏，你这话里有话呀。明人不说暗话，我就不遮遮掩掩的了。我想朝你要人来充实我们二军的力量。你要谁啊？你不用害怕，也不管你多要，我只要一个人，把陈汉章给我带走就行了。什么？陈汉章？哎呀，我说老魏啊，你可真会要啊！你这不是挖我心头肉吗？都说你们二军以挖日本鬼子的铁轨出名，在我看来啊，你们除了会挖日本鬼子的铁轨之外，还会挖自己同志的爱将。这么说，周军长是舍不得陈汉章啊。那好好好，你也别为难，我就不走了，再住上几天，看看这儿还没有其他合适的同志。哎，好了好了，陈汉章就陈汉章吧，我忍痛割爱了。好家伙，你可是当政委的，让你在我这儿再多住几天，跟我那些手下再多聊聊，指不定再多带走几个呢。这是周军长下的逐客令吧？来来来来，周军长，你都吃饭呢？我一说要带走陈汉章，你就没再吃一口饭？心头肉都被人挖走了，我哪有心情吃饭？这样吧，就算我们二军斩绩的还不行吗？嗯，你可说好了，是你们二军战界的，到时候可得还我。老马军翻翻车，为了一个恶心的，为了赶走小日本，快跑猛料养活叫。李政委，英雄人都在你们共产党里。谢司令这话对我们就过奖了。哎，不不不，不说别的，你就说赵一曼送那几个小女兵，那就了不起了。现在我儿子变了，我的部队变了，我的队伍的气氛就不一样了。那小伙子一个个的，那高兴劲儿正火舞的。就我带着的部队，从来没这么欢声。你说你们共产党的力量太大了，不一样。这老是你们你们的，你谢司令现在所率领的部队，不也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日联合军吗？可我现在毕竟不是在党的人，共产党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我这样的人也能在党？当然。你不要总是把自己家大业大那点事儿啊当成包袱背在身上。实不相瞒，我李兆林在辽阳的老家，虽然比不了谢司令那么大的家业，但也不是扛活卖力气。我不是也当了共产党的政委了吗？关键要看个人表现。报告，交通员许家岭留了个字条。
太好了，今年冬天的冬装解决了。怎么，有目标了？哈尔滨的张老板给咱做好了，宜兰的开拓团当运输队，汽车运输多便宜的事儿啊！张老板，你的服装很不错，如果我的团员们也满意的话，我会年年在你这里订购的。谢谢。第一辆和最后一辆，一定要注意命令。只打第一辆和最后一辆。是。下路障。下路障，快走，快走。加速人员，我们取货。不对，换车，向渡口转移。当初就让我待在这部队，哎，我都恨死他了，我，你知道吗？我现在你才咋的？你让我走，我都不走了。这就是进步啊！其实我觉得你一直都挺好的，就是缺个人呀，好好带着。如果有人好好带着你，你肯定能成才。军长，军长，嗯。你说你咋算那么准啊？啊，你怎么算的？跟我也说说呗。都搬到屋里。来来来，把司令部里搬，快点。哎，都搬进去。哎呀，跟我说，他别让我也开开窍。先吃饭，吃完饭到司令部我跟你们说说。好好
来，我帮你。斌哥，我发现你真是神仙，人想啥你都知道，我就愿意跟你说话。那你愿意跟我说话，我就天天跟你说话，让你天天开心，好不好？好不好的，都让你说了，你说好不好？你还学不学了？你不学我可走了。哎，你别走，你别走，再说。你干嘛？再说。姑娘，干坏事，我崩了你！我来呀、啊，开枪啊！来呀、啊，司令。司令，爹，你干啥？他怎么敢拿枪逼？司令，爷，司令，跪下。阿黑啊，你又一次犯了死罪。司令，二奎他一时冲动，你不要怪他，饶了他吧。你就往你爹脸上抹黑。司令，二奎真没把我咋样，不能因为他是你儿子就加重处罚。今天看在戴叔的面子上，我饶你一死，今后你离着库房给我远点，去医师当兵去。司令，我是咋知道这车里没货的呢？你们说咋知道？容易，你知道吗？我上哪知道去，你快说吧，急死我了。你看那车开起来轻飘飘，那拉着一车人和拉着一车货，那能一样？他就是在棚子里，他也骗不过我。我又是咋知道他是走水路的呢？他们准备从旱路上偷袭咱们，那他的货车肯定过不去了。那他不走水路走啥？而且船开得慢，比车要慢4个小时。我这么一算，接船还来得及啊。正巧，让我逮了个正着。もしもし、横口です。司令官。しかし開拓団の民心にとっては非常に重要な意味がある。名義が奪われ、開拓団内も多数死に、住居も攻め込まれ、もはや少しの安全かもない。この知らせは必ず国内の団員の満州に期待する気持ちに悪い影響を及ぼすぞ。帝国の計画に対しても非常に不利だ。分かってるのか？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司令官。秋田、わしくのところに来て。秘密警察に命令出して行動しろ。
司令，我今天给你点面子，你明天滚一师当兵去。不是我，也给你们写了信，为何这样对我？言而无信，何其可也？难道叫我的儿子为父报仇吗？我投降你哪里司令的？山里迷迷糊糊地找了你们三天，要不是陆涛把我缠住，我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你。我是给赵司令送信的，你给我老实点。你是谁？有什么事来见我？我是大日本帝国关东军讨伐指导部少佐秋田，守横路加一总指导官派遣，来给赵司令送一封家书。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下人？他们有罪吗？有能耐找我呀！我们并没有加害他老人家。你的父亲现在是我们的客人，受到我们很大的优待。世间大爱莫如父子，父亲的话是不能不听的呀。吾儿上至之息，
父年事已高，身魂俱乱，命在旦夕，望五儿早日返乡，安坐顺民。将来万一有一天你接到我的劝降书，如果上面有乱命，那就是爸爸胡说，身不由己，你切勿当真。好，我听我父亲的话，我去写回信。哟西，字里行间写出了玩命两个字，就是说这是一封假的劝降信。儿子明白了，儿子一定不愧为一个中国人，不会给您丢脸的。可是想到您还会因此而受苦，儿子心里怎么能够不难过。更让人不堪的是，儿子必须在给您的回信中把您称为汉奸，要表示与您断绝关系，这样或许可以让鬼子不会加害你。爸爸，我亲爱的爸爸，让我用不尽的话来表达对您的真爱吧。对父亲如此不敬，敬他，他已经没有人味儿，是个可耻的汉奸。他要在我面前，我一枪崩了他。竟然写卖国求荣的劝降信，给我祖宗丢人！滚！在吗？哎呀，戴叔来了。姑娘，要点啥物件啊？不要什么，我就找司令。司令不在。二奎他真的走了吗？他去了医师了。我来管军需，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物件，我这个老头子也弄不明白呀。哦，还有别的事吗？姑娘，没事了。多北楼，远望京城啊。
頭おかしいな。頭おかしい奴だよな。殺しましょう。いえ、とりあえずあいつは釈放しよう。あいつは生きてくれれば赵尚志予知するのはまだ可能だ。ほっ。待て、とりあえず牢屋に入れよう。適当な時に釈放しろ。はっ。待て、すぐハルビン東ロッキーの参事官集め。わしは全力尽くして赵尚志刺し殺す。了解。多活一个抗联战士，就能多保留一颗抗日的种子。做大事的人得泰山崩于眼前而面不改色。小日本，我赵尚志回来了。狂风骤吹，狂野飘雪衣，拍拍刺刀，刺刀闪银光，钢枪亮马蹄，东北大地遭贼欺，迫害前村后屯老一手，糟蹋脱沟又坎难和你。下枪战我徒弟，拽过江河问一问，凭下枪战我徒弟。别忘了我有脾气，喊天脾气好大。